耶、yeah,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制作人安德鲁。今天这集是大家期待已久的《养乐多特辑》的第二集，精选了五家网络上评价很好，或者是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些有养乐多的店的养乐多绿茶。我一律都是点去冰无糖，因为我觉得不要加额外的糖，因为有些糖中蔗糖、寡糖什么各种七七八八的糖，就会有失它原本的风味，跟它最纯粹的滋味。跟让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来欢迎我们的五位重量级嘉宾。养乐多绿茶，欢迎你们！他们终于登场。好，我看一下这五家，分别就是，康拜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很有名的康拜。然后这一杯是马古的。芒果就是最近这支葡萄很有名的多多绿茶，然后这边是我的群星啊，然后究竟它到底有没有像我朋友说的一样神，我们等下就来看看。这边是大家也熟悉的 Coco， 台湾到处都有的 Coco。最后一杯就是前阵子有争议的益方，但是我觉得益方也是养乐多绿茶蛮有名的一个饮料店，所以我就决定去买益方。然后他刚好前阵子也有跟鬼变之刃合作，所以我就决定要支持他。这五位选手今天要来做我们的养乐多绿茶的大比拼，好 ，Let's go， 就按照刚介绍的顺序来喝喝看。有点说不出的感觉，它就是一杯多多绿茶，它的余味，有点酸酸的感觉。正常来说，养乐多加绿茶会酸酸的吗？我不确定，它就是有点。微酸的口感，可是它茶带有的它独特的香气，然后它的养乐多就是感觉是那种12块的养乐多，目前还行。第二位选手就是我们的马古选手，我们来喝喝看。我觉得它就比较清，有一种清爽的感觉，就是喝得出来就是养乐多跟绿茶，没有太多于其他的味道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恭喜你拿到了高分。第三选手是我们冠军呼声最高的清新选手，他的手摇杯的历史很久远，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一直看着他长大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就来喝看这位冠军候补。我觉得他的茶的比例比较高，但是我觉得虽然他茶的比例比较高，但是我觉得喝起来也没有让我觉得很茶，就是养乐多的味道还是可以在。茶之中去探索、去寻找，在我们的味蕾上面去翻腾，我觉得是很清淡的感觉，不会让你觉得很重口味，就是有它茶味也蛮香的，还不错，给你鼓励。我们下一位 Coco 选手，现在就来看看 Coco 表现得怎么样。它的养乐多感觉稍微重一点，它跟清新感觉是有一点对比的感觉，一个是茶味比较重，一个是多多味比较重，它有带了一点点刚刚康拜选手的一点酸味，可是我觉得那酸味也不是说东西坏掉的酸味，但是它混合反正就是可能会有什么成分之间的交叠，就会产生一点什么化学变化，我也不知道。可是我觉得 Coco 还蛮不错的，我觉得不错。最后一位选手就欢迎我们的益方选手来喝看。有没有多汁呼吸的味道？我知道，因为它里面的茶不是用绿茶，它是好像是用清茶来做的，所以它的清茶的味道蛮明显，跟这四杯不一样。可是我觉得它混合的感觉也蛮不错的，就是跟清新蛮像的，只是就是茶味的不同。可是我觉得刚才清茶好像比原本的。绿茶再香了一点，我觉得它清茶跟养乐多混合的蛮自然的、天真的、无邪、恰到好处的感觉。好，以上就是我安德鲁做为这五杯多多绿茶做的一些评价跟一些看法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毕竟我的看法也不是普罗大众的看法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给我的朋友喝这五杯，让他们去用眼睛看不到的方式去为这五杯饮料去做评比。那我们来欢迎这几位安德鲁的帅哥美女朋友们。欢迎我们的第一位选手，耶！北大艺术家，风吕太一，要不要唱一下？我不要。好，我
们现在请他戴上他们的眼罩。第一杯，这是水，这是水，超没味道的，这是水，超没味道的。茶味比较重，嗯，这茶味比较重。刚刚那个真的很，看到吗？他说，这个每个是显出一个性格一些，它只有酸酸的味道。这个只有酸酸的味道，哎呦，这跟我刚刚的评价蛮像的。它是这水，它是这水，它是这水。这个是水，没有茶味，没有多多味，就是水吧。没有茶味，没有多多味。还是我平常喝味道喝太重了。这味道比较好，可是味道比较好。对，就是它有一点点酸，它有点多多，有点绿茶，就是都没有很重的水，都没有很重，但它混得很好，我觉得。混得很好，好，这个混得很好。第一名是 Coco， 第二名是。麻古，第三名是玉芳，然后你被你吐最惨的就是星星的，就是啊，我真的假的？他的评价是最好的，结果你把他吐的最惨，可是他真的很难吃，真的很难。星星的不行。鼓掌，谢谢我们的直兵选手，他的 IG 在，他的 IG 在这里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追踪。他现在单身吗？单身，单身缺男友。缺男友陪他一起酒精怒跑。我们来欢迎下一位，欢迎我们的林涵玉小姐，她的绰号叫做涵涵小公主，大家可以去 Google 搜寻这个名字。你先分享一下，你觉得安德鲁哪个影片最好看？性爱自修车。性爱自修车，大家影片连接在这里。性爱自修车。影片连接在这里，大家继续看。好了，来开始进行我们的多多绿茶比拼。就很一般的多多绿。一般的多多绿，对 ，normal 的多多绿。刚刚有人说这个像水，啊，这是水，这个多了一个化学的味道，化学的味道，惨了惨了，这个真的，这个真的目前的成绩都蛮惨的哦。第三位选手，这完全不是多多绿吧？这是什么？对，哎，你喝得出来？刚太给我不爽了。我会拿去丢掉，不会喝完。但第一个有点像，可是它的茶味比较特别。没有，这个特别不是好的，不是好的，它不是好的。好，最后一个，这个也是有点淡，有点淡，对，就是有点淡，中下的，对，好。第一名是第一个，好，这是第一名。第二名是哪一个？我说有化学的是哪一个？第二个。有化学的之后一个。这有化学的没有在吗？对，最后一杯也没有。这就是这两杯。对。他那个第三个，好，你可以看有哪一名。是星星。因为真的，应该是就是我比较常喝星星的，就是它的味道跟我预期中。哦，这是他预期中的多多绿茶，那你就听，我比较。它有个特别的果香。特别的果香。特别的果香。因为它不是绿茶。没错，他打，你也懂哎。他不是绿茶。他只说这像水，然后。只是水，只是水，对，它只是水，只是水，只是水。它不像它的味道超奇怪，超奇怪。请问你单身吗？没有。他不是单身哦，所以不要骚扰他。鼓掌啊！耶，拜拜。第三位评审，大几呢？大三。是大三吗？哦，大三，对，他是大三的。然后呢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接下来喝。来，第一杯。有什么评价？我觉得多多的味道没有很重。多多味没有很重，那它的茶味重吗？茶味偏重，就是我觉得整体没有到很好喝，整体没有到很好。第二个，我这边比较酸呢、欸，这边比较酸。嗯，第三杯，这边很酷哦。啊，知道，就是喝起来有种豆浆感。我不知道是什么豆浆改的饮料， okay. 喜欢豆浆的朋友去买这一家。不
会像多多的。第十杯。我觉得喝起来跟第一杯有点像。跟第一杯有点像。就对，就是。你会不会这五杯都没有好评啊？第五杯，第五杯。都无糖。对，五杯都是无糖，因为为了防止有任何作弊嫌疑。我觉得有点涩哎。有点涩，有点涩。茶吧，里面它的茶。有点涩，好。我现在觉得第二杯。第二杯第一名，第三杆的第一名。对，都是两杆。第二杯第二名。1145，我觉得它比较好喝。我觉得可以并列，因为喝不太出来他们的差别。好。哎，那这杯刚刚就是没有任何人，全部人把它排最后，然后你把它排第一。然后他的 IG 在这里，欢迎我们的百亿选手，他在我们的第一集有出现过，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怎么样？就是比较粉。我这个茶味很重，茶味很重，这个茶味很重。养乐多味没那么浓的感觉。哦，这个养乐多味比较浓。养乐多味很浓。哦，养乐多味比较浓。哎、欸，这杯我觉得还不错，这杯还不错。好、哦，这杯喝这杯还不错。嗯，那你呢？还有什么？刚刚第一杯，这个喝，然后后面其实都差不多难喝，这两个就比那个像。好，这个最难喝、啊。好，这一个最难喝，这个大家记得，这个大概就这样。哎，没有最爱饮料店。第二名，然后最难喝是 Coco。啊，那不意外啊。非常好喝。哦，人家也选了酸的，所以酸的多多绿茶也是好喝的。谢谢百亿选手，百亿评审，拜拜。还 IG 在这，记得追踪，不用追踪。接下来欢迎这位北大的火红型男人物，靠腰欸，北大的学生议会会长，议长，对，然后他的来历可不小，不要看他这样，每天都跑法院的男人。好，让我们安德鲁戴水帽也戴眼镜。偏酸，偏酸。哦，这杯比较好喝，这杯比较好喝。哦，它绿茶味比较重，这杯绿茶味比较重。这个以这个比，我觉得它的养乐多的绿茶味。养乐多跟绿茶都有出来。对。哦，它跟别人不一样。干鸟是不是傻小？是不是傻小？这是绿茶吧？是没有养乐多味。没有养乐多味。最后一名。他养乐多味太淡，养乐多太淡了。第一名，第二名，第三名，合理，我觉得合理。他卖那么贵，应该要第一名。其实，可是其实这几杯都50块，看到都50块。退订阅，退订阅，剪掉。他的 IG 在这边。很好玩，请问你单身吗？单身、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直接 IG 可以、哦、下询他。他是北大议长哦，他的超热情。耶、yeah, ！欢迎我们的最后一位，我们也是来直接来测试这五杯多多绿茶的能耐，来。好淡、哦。很淡，因为这是无糖的嘛，你要把这个原因固定进去。这个有点酸。有点酸。就茶味很酸。茶味很酸，是它的。这都是养乐多的味道。这都是养乐多的味道。对。好怪哦！他陷入了死循环。这跟上一杯有什么不一样？怎么样呢？这茶比较香，可是我觉得跟上一杯没什么两样。前两杯我不喜欢。哦，前两杯这两杯他不喜欢。对，尤其是第二杯。这杯他特别不喜欢。超不喜欢，他就是有一种奇怪的酸味。奇怪的酸味。你的最讨厌的就是一方跟情绪。这三杯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去喝喝看。我觉得这一杯的茶香味蛮香的。茶香很香。它的这三杯当中的最后一杯嘛，有人觉得这个好喝吗？不。对，我觉得就真的就是大家都各有所见，说话。好建成。这是沉淀。
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然后我们感谢这位 Iron 的校园大使。如果有任何汽车租机车资讯，可以直接去找他，他的 IG 就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大家好。